嘉硕，我后悔了。也许我们会距离不起来，会输。毕竟连你是阿斯拜的铁粉，难过的时候不敢跟你说，开心了没法跟你分享，嫁的就是嫁的，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。 希望你也一样。也许真的喜欢你。这些年，是你的声音陪我度过无数个孤单难熬的时刻。我小心翼翼地珍藏了它们，假装你就在我身边。 你完全想不到，总以为自己穿越回高中，不过回高中有一点好，就是每天都能见到你。我喜欢的那个人那么可爱，可爱到我没有办法不去看他。赵依依，我喜欢你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 都说只要能够遇到你，就是你生命。这一次，该我表现了。